相声《汾河湾》，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吓我一跳，我天啊，谢谢大家，谢谢。刚才这个节目叫做《论拳》，是一段贯口，贯口类的啊，堂堂堂好几百句脱口而出。哎呦呦呦呦，脱口而出。哎，二位说的不错，是董九立，董九立，捧哏的叫什么？李九江吧。哎，无所谓，是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因为我也不熟，脑子记不住。是。二位下去休息一下。是，嗯，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还是我们俩。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没有。这个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钱都不够你挣的了。出现在舞台，第二次出现在舞台。哎，一会儿我们演完了，再下去，再上来一段，然后我们再上来。哎，然后我们再下去，再上来。今天晚上无限循环。这是上了发条了，就是让大家满意。因为什么呀？因为长沙的朋友给力。这倒是，长沙的朋友热情。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回馈给大伙。没错。哎，我刚才第一次那个演的节目叫对春联，是一段传统的相声。是，说我自己是一个文人，那真的是诈骗。各位，你看，真的是诈骗。相声需要，那是我不是什么文人，我就是一个俗人。哦，俗人。对，俗人。嗯，但是我有别的能耐啊。这怎么不要脸？是谁说的？那边传出来一个不要脸，是怎么回事？这也不算能耐，这不是品性吗？不要脸那是我的天性。那是您的天赋技能。当然了，裤衩长火。哎呦，行了，好家伙，真金烧这玩意儿。有的朋友说，你不就是一个说相声的吗？对呀，臭说相声的，过去叫卖玩意儿的，不值钱啊。不是，您这话有点过分了，这一后台可都是臭说相声的。臭说相声的不值钱啊。哎呦呦呦呦，您不是？我当然不是了。怎么连说相声都不愿意承认了？嘿嘿，我怎么综艺咖是不是？综艺咖不值钱啊，综艺咖不值钱啊。哎呀，电影演员。哎呦呦，这，哎呀，这是像个病人，都楼了，怎么听着？戏子。哎，岳老师，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没有？没有没有，翻不过去，我主要是。戏子这词儿听着可比臭说相声可牙碜多了。戏子怎么就戏？俗话说得好，说你们无情，我们无义。有没有可能就是都是说你们的？我们臭说相声够了。唱戏的，您还唱戏的？戏曲工作者。哦，戏曲演员。哎，演员谈不上，演员这个词太神圣了，太伟大了。哦，演员这个词神圣，神圣。那您是大师？这不不要脸吗？这。你说哪位站台介绍我戏曲大师？谁这么怎么？大师怎么收破烂的底子？是怎么？一二三四五六，怎么了？干嘛？七朵花怎么了？七朵，五千观众，七朵花长沙的朋友真气派啊！行，这行了，别挑这里。应该弄很多花让孙老师往那一躺，多棒！还拿我收份子，还得大家哎转一圈，转一圈，干嘛呢这？不，您等会儿，您怎么就戏曲大师了？戏曲大师啊！您唱什么戏的？五环别着急啊，五环太恶心，五环太恶心，那不是人唱的，那都是。对，那唱的都不是人。真恶心。您唱什么？唱京剧是吗？京剧，国粹是不是京剧？京剧太神圣了，太伟大了。啊，不敢沾。哎，那是国粹呀、啊。哎呦呦呦，您唱什么？我唱的这是国粹粹。怎么国粹？国粹，国粹，哎呀，那种粹。
哦，就一说你们是活塞就啐你们。哦，什么戏这是？嘿，哎，哎呦呵，你瞧这模样，难以启齿的样子。怎么？石八墨，你给我玩去吧！我长沙的姑娘怎么了？这都是一个女孩子家在这石八墨。哎呀，我看你挺开心呢。我唱的是什么戏呀？河北梆子。吓人不吓人？厉害不厉害？河北梆子。对了。哦。嘿、hey, ，那您是怎么着？您是认识我吗？我不认识我很正常。不敢认了、嗯。哎，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出来了。怎么了？捐起来了？什么叫捐起来了？这没出来，怎么着？逮了是怎么着？没有，我就是。藏起来了，把自己藏起来，因为我能耐太大了。我啊，您有时间换换药？太大了，胡天了，不是你提起我的名字，大伙可能不太熟悉。提起我的师傅来，哦、你也没提呀、啊。我的师傅，您师傅谁呀？郭德纲，河北梆子老艺术家。河北梆子老艺术家还得银达子。哦，这知道人可不多了。对呀、啊，老艺术家了。老艺术家银达子。银达子。哎，嗯，我。您呢？西达子。西达子，怎么听得这么不值钱呢？把你那个嘲笑的表情给我逼回去。怎么我你瞧着嘲笑你了？哼，我在山东特别的有名气啊。对。哎，您等会儿。您河北梆子。怎么在山东有名呢？哎呀，你不懂，我们那是个大剧院，我们是个大剧院。我说藏这么些年呢。我们那是个大剧院。哦，剧院什么？山东，我们那个剧院名字叫山东河北梆子豫剧团。山东三省流窜。什么都唱，哦，我主要是河北梆子。哦，那您是河北梆子，您是唱哪工的呀？你看你这什么都不懂，这怎么了？怎么了？唱戏不分公母，还哪工？我跟你说公母呢。啊、我问您是唱哪个行的？青衣。哦，就反串是吧？哦。青衣是是是，那还真不错您。哎，那您今儿跑我们这儿干嘛来了？跟你们这些个臭熟相的在一起。你好好说话。跟你们这些个，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相声演员在一起聊一聊，探讨一下戏曲艺术。哦。偶尔有机会能够在台上唱一唱，万一能够奉献给长沙的朋友们呢，对不对？哎呦，那就别万一啊，哎、万一别万一了，您都站在这儿了，今儿您来一个。我们瞧瞧西达子反串在哪儿啊？就这儿啊，在这儿，长沙的舞台，在长沙的舞台是唱一回河北梆子。哎，不行啊！怎么不行啊？观众买的是相声的票啊！哎呀，你操那心呢？看什么不是看呢？就自当去泰国了吗？不就是？加钱，他说加钱。好，加钱，加钱不用给他，给说相声的。加不加钱不行？怎么呢？不行。因为我就我自己个儿来的呀。什么？您等会儿，您嘴里有什么？这是？您跟他说什么？因为就我自己个儿来的呀。嘴里有鸟是怎么着？自己个儿？怎么学鸟叫呢？还？就我自己来的呀。自己个儿？我对呀，我自己个儿来的呀。哦，一人唱不了啊？啊？最少几个人啊？最少俩人嘛。你见过一个人的片子吗？嗯。我有点怀疑你的专业性。至少两个人演吗？啊、俩人唱是吧？啊，这么着吧，岳老师，我呢就是说点大话啊。啊，我平时也喜欢听，哟，也学过那么一两天。哎呦，就是我给您搭戏行不行？咱俩搭档一回。啊，搭档一回。你会吗？我还行，我学过几天。你学过什么？我学的是老生。老生不行啊？怎么不行？老生不行，你媳妇受得了吗？你老生的。
你怎么能让老生呢？老生孩子呀，三胎啊？不，不是，您就是虚生啊？对，需要的时候再生吗？是不是？胡生，哦，胡生也不行哈。怎么跟您解释？我想想，哎，这么着吧，就是这个长胡子的中年男人，理解了吗，姐姐？我是青衣，我是女人。对，你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是是是。怎么给我一针是怎么着？你想跟我来一回？我告诉你，台上是不能骂街。我告诉你，我要跟您唱回戏。对呀、啊，你得来一回，什么词儿这都是。你想跟我唱回戏？哎，对对对对，跟您就搭班，跟您学习啊。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啊。这个舞台。这个舞台。来不了。不是怎么来不了？不是俩人就可以了吗？这啥都没有啊。不是您要什么？我给你准备。我没带寿衣啊。您是随时死是吗？出门都带着寿衣啊。什么叫随时死啊？怎么带寿衣干嘛呀？唱戏穿那个衣服花花绿绿的，中间绣一大煎饼，绣一件。哎，里边有什么鸵鸟啊、皮皮虾呀、啊？哎呀，这还真乱，您这绣的。您说这叫行头？对，我没带行头啊。跟您这么说，我们也没有行头，咱们就素身唱，不穿了，不穿了，不穿了。好，打刚才我就觉得热。哎！我系这么费劲，他脱那么麻利，您手也太快了，转身俩扣都解开了，怎么意思？要暗中收费呀、啊、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抓紧时间！你说的呀，不穿了呀？我说不穿行头了，就穿大褂素身唱、啊，不穿衣服像话吗？行。这怎么解的俩？这一句话的功夫，真行了，这位。行，行，就穿这个了，就穿这上。那锣鼓场面也没有啊？用嘴打呀，打家伙，拿嘴打家伙。哎，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行吗？行。完了，咱俩得挑出戏呗。不行，您说唱哪出？您教教我。不行不行，唱不了。怎么唱不了？没有帘儿啊。什么？帘儿？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鸦雀无声。不是，没有帘儿啊。帘儿是干嘛用？你看，我是个女的，嗯，你是个男的，对吧？咱俩来一回，没有帘儿怎么行啊？您是河北梆子？河北梆子呀？这要个帘儿，什么？一唱戏了，那个帘儿歘就拉开了，那个帘儿嘛。那个叫大幕，还帘儿啊？相声舞台没有啊？没有大幕怎么？没有，就这么唱就完了。就这么唱啊？您挑出戏，我配合您就完了。你挑吧。别不，您挑。我会的太多了。哟，您会太多了。我说一出你不会，说一出你不会，你气性大，你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赖谁？是不是？我怎么不是淹死的呢？我撑死的，我是。你脾气太大了。不是，您说一出我听听啊。我说一出你不会怎么办？你说，我听什么不会？梁山伯与伏地魔，你听过吗？还新编的这是啊、嗯？那是不会。你不会呀、啊？啊，行，那我挑吧。你挑吧。我挑我会的。哎，行吧。因为咱俩青衣跟老生，咱们得挑一个都有的戏。哎，《白蛇传》。真会挑戏啊！怎么样？《白蛇传》传统戏。传统戏。白蛇，我是女的。对，您是女的。我来白蛇。没错。你来转，我来。白蛇转，好不好？您是按字面解释的呀？你来白蛇，我来转。啊，那像话吗？那个？那我来白。我蛇转，我蛇了还得转。那我这像话吗？这都？我白转。对，我蛇。没听说过。那我来白蛇，你来谁呀？您来白蛇，我来。哎。
我来许仙。你来许仙？好，我来。你让各位瞧瞧，怎么了？有这模样的许仙吗？哦，没有这模样许仙啊。您让各位瞧瞧，有这模样的白蛇吗？这是没孵化呢，这是。我那白蛇的视频在网上火极了，我那个白娘子。那不是你吗？你不是不承认吗？我来白娘，你来法海行啊？你来法海，你追我。我审美有问题吧？我追你干嘛？我你追我是蛇呀，你追我。这蛇跟海豹有亲近吗？就跟后肢瘫痪了似的。好家伙，我可不是你们这么演啊。您过来吧。没有啊。不是，我这动作你都来不了。废话，你蹭肚皮是不是？你管着管不着你。你这蹭你的蛇皮这干嘛呢？这地铁里要过饭是怎么着？干嘛呢？这就差一小本车了。我这多好啊！我来，哎，行了，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边的朋友，哎呦，行了。您就说现在的演员多不容易。哎，行了。我瞧您这体力啊，你也唱不了这出戏了。我还追你，我踩你得了。我还追你，我你踩我干什么？真行，对，这么着吧，我刚反应过来，这个您是青衣，这许仙是小生，我还真来不了。咱换出戏。再见，我累了。您回来吧。真拼哪，都喘成这样了。哎呦。我乐的肚子都有点疼，你知道？这么着，咱换出去，换出这个轻省点的啊！你怎么出汗了？废话，我怕你找我要钱。我再来一回。别！我们后台张鹤伦来这个来特别好，是特别像。哎呦，我的天！岔气儿了，真的。行了，我都替你们高兴，太好笑了这。哎呀，行，哎，不许回来。行了，现在要不下来钱，主要是，不行，太喘了，太累了，太累了。是，我看着都累。价钱也不行，太累了。行啊，这么着吧，咱换出戏行吧。省您到在这爬，我还得追您，不行，这太画面太不好看了。今天咱换出戏啊，咱们来一出这个秦香莲怎么样？秦香莲啊，秦香莲好不好？我来秦香，我老是来这帘儿，我不是转就是帘儿。没听说秦香莲，不是秦香莲一出戏呀、啊？铡美案吗？哎，铡美案。秦香莲陈世美吗？对，你来谁？咱们来一折怎么样？哪折？咱们来一出有老生，哎，韩琦撒尿。韩琦撒尿怎么样？撒什么？撒尿。有人正在尿尿。您等会儿，真恶心！我听您，韩琦撒尿吗？撒尿。那边派给韩琦的任务，让他去把秦香莲给杀了。哎，对，我来秦香莲，是不是？冲哥东妹就杀掉去了，是不是？对，我是女的，我来秦香莲。对。你来韩琦，我来韩琦，你杀我，我唰，我变成一条白蛇，我唰。我还忘了，又是追逐的戏啊！你追我？不，我追不动了，我现在。你追我行？我直立行走都比你爬得快。行了，可以了，岳老师，您是爱爬着走是怎么着？您可以了，你的任务是逗家大家笑，你笑成这样啊？你去补一张票行吗？你疯了？不是，
我实在是没想到有一天在台上看见要饭的了。哎呦我的天哪，您说相声之前是不是干过这个？咱们就尽量没有这么大动作戏行不行？行吗？行，尽量就让您能稳重，不要跑了。行行，再说呢我会的也不多，韩琦上庙也不合适啊。是是是，对，这个不吉利啊。咱们这么着，嗯，我挑最后一出。哪出？会呢就唱，嗯，不会呢鞠躬下台。哎，可以可以，行吗？好，咱们来一出风和湾。风和湾，对，鞠躬下台。哎，过来过来过来。不是，这一爬吧，这裤子老掉，他老瞪我的裤子，怎么意思？反祖了？你说的鞠躬下台不会就鞠躬下台吗？不是风和湾，您不会啊？啊？啊？你说的风和湾呢？风和湾呢？我听错了。您听成了？我听成风和湾了。其实您说的是风和湾，我以为是风和湾呢。那就唱风和湾怎么样？您下肢瘫痪影响到耳朵了？哎呦，我肚子都疼了，说实话。不是，咱就风和湾行不行吧？就问您。行行吧，咱分一下角色怎么样？还有角色呢？因为这戏太大了，咱们掐头去尾。不唱当间？别唱了，就唱当间啊。戏胡闹窑这一节。闹窑怎么样？最精彩的一折。哎，是是是，行，就两个人物，很简单。哎，哪两个人物？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我来谁？您这还用问呢？嗯，您来柳银环呢。你来谁？我来薛仁贵。咱俩什么关系？两口子。两口子。哎，我告诉你怎么呢？就台上这一会儿啊。干嘛呀？下了台你不能上我屋去。哎呦，您还有屋呢？您不是住地铁吗？我地铁都坐着打劲儿去，我就怕看见你，真行着。就这一会儿啊？废话，就台上这一会儿。两口子啊，两口子。行，怎么样？行，行不行？你不能欺负我。哎呦，我现在欺负你，有人告我，知道吗？就您这样，我还欺负你，真行。来唱，行吧，咱开始唱。坏了，怎么了？下肢没知觉了。怎么了你？坏了啊！是哪儿坏了？就我这模样也不像一个女的呀。啊！但是我去捯饬一下，好吧？你，哦，会走道啊！哎呦，我就纳了闷儿，这都什么？不是您这捯饬像女的了？哎，你看不是？哎呀，听不见了。哎对，哎呀，我的天哪！您让各位看看侧脸，就勒得跟一蚕豆似的。好家伙，这就像女的了。哦，行，那就咱们呢还得搬一下桌子。干嘛搬桌子呀？分出表演区域来。好啊好啊。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好，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行行吧。行，搭把手。咱俩一块搬桌子。一块搬。好嘞。回来。你拉磨呢你赛活驴是怎么着？你这人不地道啊。谁不地道？搬桌子你不动像话吗？废，吓得我自己转了一圈。你看，废话，人家不动，就搬到这儿就行了。你搬哪儿去？搬家去呀。哦，就搁这儿就行了。就搁这儿就行了。行，我是不是行？我是不是瘦了？我裤子老掉是怎么回事？您那是爬的，知道吗？行，哎，来吧，唱吧。啊，还得搬把椅子。搬椅子？对，小座。我去搬吧。哎，您待着吧，您腿脚不利索就算了。我去搬吧。
老师，我去帮忙。老师，老师，我搬吧，您就别动了，我去搬。我搬吧，老师。我搬吧。我砸死你！我舔着个大脸。哎呦我的妈呀！行啊，老座。我把这个麦克风啊离您近一点，好，然后大家听不见您的这个表演。行啊，行啊，来吧，好不好？开始，咱们归后台开始，打这就开始了，开始了，不废话了，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好嘞，好嘞。叫啊！怎么这么惨呢？我听腿疼啊，是怎么着？你让我叫的呀！我让你们叫什么？叫板？跟谁呀、啊？哎呦！谢谢。你说你扔下来谢人家，你不是叫板吗？跟谁叫板？不让你打架去啊！叫板起唱，叫板起唱。哎，对了，明白了，叫板起唱啊！来了。板起唱，板起唱，上来，上来，不用叫，他就在那儿。板起唱，谁起这名儿啊？叫板起唱就板起唱啊？你不是叫板起唱吗？有词儿啊，还有词儿呢，多新鲜呐！什么词儿？什么玩意儿没词儿啊？这玩意儿什么词儿？丁山儿该来了。从这儿唱啊？对呀、啊。哎呀，我懂了。哎，原来我没说清楚了。丁山儿，快来吧！丁山儿，快来呀！丁山儿。你死的冤呀、啊！干嘛呢？喊魂呢？你不是丁山儿吗？不是干喊呢？那怎么着呢？你得有韵呢。有什么？有韵。强人所难了啊！我有不了韵。对。我没那设备。哎，对，哎，有我连你一块埋了，我告诉你。你得有戏韵，戏韵什么韵？不能干嚎啊！丁山该来了，你得这么唱，知道吗？丁山儿哦该来还了哦，你得这么唱。哎呦，谢谢你，我实在有点岔气儿，肚子里头。哎呦，丁山。像话吗？您懂不懂啊？您这句是闷帘导板。什么叫闷帘导板？您在台帘后边呢，还没出来呢。这好比是门帘子呀。哦，这是门帘子。门帘子，我还没出来呢。对呀、啊。哦。脾气来得快，回去快。丁山。
太急了，太急了！你什么毛病？你摸脑袋干嘛？你讲理不讲理？谁不讲理啊？你这是什么？这门帘子？我扶着点门框。我。这这这这，肉门框像话吗？咱两遍吧，你赶快唱吧，您这啊。抬抬抬的令抬令定抬，咚里个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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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里个隆的咚。丁山来了，抬抬抬的令令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里个隆，咚隆咚里个隆咚。里根隆的咚，丁山儿啊，该来了啊！抬抬抬的抬定定抬，咚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里根隆，咚隆咚，里根隆，咚里根隆的隆咚，里根隆的咚。前面有透狗的呀，你往回跑什么呀你？为什么歇我？废话，你跑什么呀？到这唱啊！哦，该我唱了。有你四句词儿呢，我还有词儿呢。多新鲜呐！我什么？有您四句词儿。我什么词儿？我什么词儿？您不知道？我忘记了。您这还能忘了？真行这个！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我的儿风和湾前，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现背啊！第二句跟第一句它不一样吧？对，多新鲜呐！第二句是什么？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还。好脑子。第三句呢？蒋生来至在窑门以外。第四句，等我的儿回来，好把饭餐。餐是？吃餐就是一样的。吃餐是一样的。餐就是吃，吃就是餐。来，行吗？你还是交给他。丁山，哎呀！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咚里根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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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隆，咚里根隆的隆，咚里根隆的咚。我的儿分和完，里根隆前去打雁，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还赶板呢？等我。儿回蒋生儿，我坐之在窑了门那一里。哎，外边冷冷，那也外边。依你窑了门那一外，里根隆。等我的儿他回来，好把饭吃。哎，餐，你不是吃餐一样吗？那也得餐。依你，哎，吃西餐。还吃西餐呢，大家伙，妈大里个郎，大里个郎，大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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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薛大里个郎，大里个郎，大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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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薛大里个郎，大里个郎，大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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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薛大里个郎，大里个郎，大里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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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薛大里个郎，你没完没了了是吧你？啊，你为什么在这儿不断的歇我？怎么拉起来没完呢？你这弦儿，啊？那怎么着呢？你怎么不明白呢？啊，我到这儿我一张嘴你就别拉了。各位您听听，这都是人话吗？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啊，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就行了行了，我正拉着呢，你可以了，行了行了，别没完没了。我不是打手势了吗？告诉你打住，这是打住啊，打住。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那是这好不了了，你拉弦啊，拉来。大里个郎，大里个里个里
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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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当，一马儿离了当当当，含羞带愧，心思艰难穿，薛仁贵做事太短那钱，凋零剑十万重，是命让黄阿全全在腮帮子上。他的母相儿难得呀，他的父相儿是泪连连。张翠马来用我看，见一大嫂左要我钱，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呀当啊先啊。怎么死到弦上我的？哎，啊，大嫂，请来见礼呀！滚！您等会儿，您起来，您起来，我招你惹你了？你掀我，我就不高兴。您这有人物说词儿，你说滚像话吗？我还有词儿呢。我这给你见礼呢。那我呢？你说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啊，我的词儿，你有词儿？行行行，滚像话！啊，大嫂，请来见礼。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你？我是不是迷路了？口音怎么不对呢？此地什么所在？湖南省。湖南。说戏词儿，我的词儿不粗啊，不是粗戏啊，戏里的词儿。龙门郡。龙门郡。此庄呢？芒果关。大王庄。大王庄。哦，大王庄，打听一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全不认识啊。您这合着一个都不认识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行行，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比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世英呐，还啊！你问哪刘英还吗？真是啊！好了。您别唱了，回来吧。请欣赏相声《年三十的歌》，表演者岳云鹏、孙越。哎，哎呦，还有花，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哎，现在已经十点了吗？10:05，我不知道这表准不准，因为我们台上有一个表，因为每次这个演什么话，这叫台上有个表怎么了？计时器。台上有个计时器。对，每次演出呢，我们就是控制在2个小时以内。是啊，现在呢已经将近3个小时了，3个多了。2个小时以内就是瞎说，我们以前也都是超过3个小时。对，一般2个半。对，最少2个半。对，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次出场，因为是一共6个节目。对，兄弟们演仨，我们哥俩呢，我们演仨，演仨。当然了，朋友们不着急，我们一会儿接着嗨，接着嗨，因为什么？接下来就是给大家说说唱唱，啊，是主要就是开心，对，主打就是一个开心，就是欢乐啊。一会儿就是这段演完，接下来还有，给大家唱唱个歌啊什么的。我看网上一般都会把这个唱歌那个视频发出去，是啊，然后底下有人说啊，这是相声吗？这那的，那是我们的翻场了，对吧？我们正经节目，刚才那分河湾，那什么玩意儿？那叫是不是？但是爬得真好，嗯。没想到，没想到。说实话，嗯，刚才这个节目《汾河湾》，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到商演的舞台上来演。对，我们行话叫腿子活，就是台上走来走去，这是经典的相声。为什么
不在商演的时候演呢，商演一般都是像我吧，我是我们德云社这个头牌，我呢这个他眼神不好做头牌，嗯，我是我们德云社就是相对最火爆的，然后呢就是怎么说都不对了，不是知名度高一点，嗯，嗨，再说一遍，哎，你摸我干嘛？臭流氓！就是我的演出呢，一般都是在体育馆，体育馆演腿子活呢，有些吃亏，有些限制。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音响，音响我们叫嘴子，我们叫就话筒离话筒会远，观众观感呢会差一些，收不着音。这次呢，我们俩大胆的尝试把汾河湾带到商演的舞台上，没有想到效果还可以，对不对？哎，怎么饱了？刚才吃了点东西，然后呢，汾河湾，刚才这个节目就奉献给大家。是，然后接下来给大家就是唱一会儿。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岳云鹏是一个喜欢唱的演员，在我们德云社，我不服谁。嚯，真的太厉害了啊！不服谁？是张云雷怎么样？我服。对。我服，还是服。小崽儿陶云胜怎么样？我也服。人家唱的确实是好，确实是有味儿。哎，这倒是。我师父郭德纲。哎呀，那戏曲唱的真是绝了。那是。于老师。于谦。哎呦，这唱歌唱什么都好。唱摇滚。摇滚。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于老师就会唱。嗯，老骚猫。嗯。说于老师是老骚猫，你这都知道什么虎狼之词啊？你这都是准不准确吧？非常准确。哎，是是。有几个唱的好的是，但是我呢，我是属于全面。怎么了？我说的进缝里了。我是格外喜欢唱的一个演员啊，好唱。前两天我在那个宁波拍戏哦，啊，哈哈，拍戏，然后呢？因为自嗨还宁波是一个容易变天的，这几天容易变天，冷热交替，哎呦就感冒了，哎呦呵，前两天感冒就是鼻子也不通气儿，然后有痰，哎呀特别不舒服，还咳嗽，是我心想过两天长沙演出怎么办？是怎么办？我昨天晚上下了飞机，我到酒店我就一直在喝水，狂喝水，我是一点多到的酒店，啊，我争取就是今天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没有想到今天我的状态还可以，各位是。瞧您在那爬那两下，是康复了，还可以。我本来以为今天这个嗓子我拿不出手，是是是，嗯，啊，每个观众我退点钱，但是现在一看，不用不用，晚了，嗯，他不会退的，放心吧，嗯，退一半，嗯，不可能，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哎，对，你知道吗？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能退票，哎，是，哎。咱又说回来啊，嗯，我就喜欢唱打小，嗯，打小，哦，这么小，对，我那个东西那么点的时候我就喜欢唱。您别胡说八道，什么东西那么，我小时候梳了一个小辫儿，我小辫儿这么点的时候也就七八岁，哦，小辫儿，我就喜欢唱，哦，儿歌嘛，啊，唱儿歌，你们儿歌是什么？舒克舒克舒克舒是吧？哦，我舒克贝塔，对，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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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休哥啊，嗯，哎，我不是，我从小我听那个儿歌，哎呀，怎么了？好听，儿，真的好听，儿歌好哪儿好哪个儿歌好听？你听懂？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生到狐狸窝里了，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来，鬼也不是那鬼，哎呀呀，怪也不是那怪，还真是河南口音。牛鬼蛇神他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爱。几分庄严，哎，几分诙谐，几分欢笑，几分那个感慨。哎，你那爬着唱，你更像个鬼儿了。
哎呀，行了，儿歌嘛。你小时候听这是儿歌呀，《聊斋》呀，什么我都喜欢。哦，对，爱听歌。哎，什么？我比较喜欢一首《妈妈的吻》，大家会吗？哦，《妈妈的吻》。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哎，我那可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哎呦呵，再换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吻干了丝。我听着像便衣警察的。妈妈的吻，妈妈的吻，纯洁的吻，叫儿思念到如。哎呦哎呦，怎么了？突然间站这么近，怎么了？想妈妈了？好听啊！啊，是是是是，好听。赞美妈妈的歌，对啊，而且我从小就喜欢看那个春晚，因为春晚上很多经典的节目。哦，是啊，我小时候家里穷，不富裕，条件有限，自己家里没有电视，那怎么办？上邻居家去看电视。哦，人家有一个大概20来寸的一个彩电，20来寸还有彩电呢？彩电，哦，挤了一屋子人。哦，就全村都上那儿看呗。大人在那儿打牌呀，喝酒啊，我就找一旮旯。搬一马扎往那一坐，哦，就等电视，就等电视，就看春晚。是，从小就有一个春晚梦，哦，就憋着上春晚啊，哎呦呦呦呦，就真的是那个劲儿，就喜欢看。哎呦呵，然后邻居大姐呢或者大妈就给、就给递过来一把瓜子儿，啊，就嗑会儿呗，让你边嗑边看，多好。哎，嗑完了呢，嗯，就掏出自己的瓜子儿，哦，你自己带来了，那你嗑人家这干嘛呀？怎么好占便宜呢？这不是管着吗你？管着吗？这就看，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届那个春晚有一个女的叫郑绪岚，哦，郑绪岚，《牧羊曲》，特别好听。这是哪年了？这83年啊。83年。对，83年，我记得很清楚。你哪年生的？我记得你是86的吧？我85的。那也差2年，你怎么听见的呀？我是后来看的视频啊。回放，对，哦，不是改了户口，对，哦，会唱的，咱们唱两句好吗？哦，牧羊曲，牧羊曲，这是少林寺里边那个是吧？嗯，好好好，您来来。日出嵩山，嵩山，什么叫凶山？我河南人，我看的是我们河南台转播的呀。怎么意思？中文歌曲还配音呢？啊，河南台转播什么都是河南口音，还得配一配啊。哦，嵩山是什么呀？嵩山。好，什么都是。那会儿真是河南的。日出嵩山，嵩山，晨钟惊飞鸟。哎呀，比我那息息相关还尴尬呢。我上次我在济南演出的时候，底下 大合唱唱得好极了，长沙的朋友怎么不给力。日出嵩晨钟惊，小溪水潺潺，坡上青青草。不会唱就算了。后边的观众，你们嚷嚷什么？前面都没嚷嚷呢，你们嚷嚷什么？不会唱就算了。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您还印象深呢？哎呦喂，我估计您得大家会的啊，你别。当然了，光你印象深不行。我估计我一唱，大家伙全都会唱。是吗？嗯，有这把握。我的女神。哟。在春晚上唱的，谁女神？听着啊，女神，一起唱啊，特别好听。您来来，
妈妈怀里的歌。回来，怎么意思？就下去了。您回来。不是，您怎么就知？关键这不，您太老了。你们都，你，哎呀，只能说来的可能都比你年轻。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吗？您介绍介绍，这是谁呀？我的女神蒋小涵啊，93年春晚，穿了一个黄色的连衣裙，好看极了。大家一点印象没有吗？有一排小孩拿着蜡烛送给观众，妈妈怀里的歌多么温暖多么好听。有没有可能是你们那儿自己配的是什么？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啊，河南台就他就往里加节目了，可能是。妈妈怀里的歌，哎，行，多么温暖，多么好听。行，还不如豫剧呢，唱的。那我再唱一个啊。哎呦呦呦，还是春晚上的，耳熟能详的。您别老说这个，净打脸了，这玩意儿。真的，耳熟能详。五环太恶心了啊。还挺正视自己。我那万丈的雄心哟，从来没有消失过。回来。这比风和湾还累呢。这歌你们都没听过吗？只是时光渐去，依然执着，为了理想我宁愿。哎呦，有听过的。365啊。回来吧，你没辙了就往下走。我真没想到是这样的效果啊，各位。歌曲荒漠，我还说咱们长沙电视台发达呢。您往近些年的找一首，怎么样？大家都露一整脸，挺开心。大家露一整脸，大家 一合唱，哎，我开开心心，我下去，哎，也行。怎么还憋着下去呢？您找一耳熟能详点的。近些年的新一点的，好，嗯，让我啊，成都这都会了吧？成都会不会？哎，这行，成都会。我刚才我说了，我唱的都是春晚上的歌。成都上过春晚吗？完了，不是成都。嗯，让我挪威森林，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是否仍完美无瑕？怎么样？这会了吧？哎，开心不开心？行，你比500唱的都多，知道吗？500唱仨字儿就。哦，行，那挺开心。挪威森林上过春晚吗？还是的。那让我的还能。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你，终于有一会的了。给我一个话筒。呦呦呦，怎么又走了？嘿，拿个话筒。凉爽的风，刚才那边唱的挺欢，比咱这边唱的欢。我可逮着一会的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小船儿轻轻摇
行，这不光上春晚了，这上过学的都会。好听啊！是好听。孙老师，你对春晚怎么样？就我还行，喜欢看。也喜欢看。嗯，我唱一首，我让你猜啊。哦，唱歌啊？哦，这我可不一定猜上来啊。我光看语言类了。好笑吗？这会儿那笑点很奇怪哦。不要问我，可逮着会的了啊。就跟我听到的不一样呢，怎么不，怎么不，这不就这，不就这个吗？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哦，还是河南版的。我的故乡在郑州。别唱。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杨钰莹啊。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不要。你跟这扭什么呀？哎呀，肉虫子似的。这什么歌？杨钰莹啊，这个叫什么？这哟，这我还真不记得了。这谁知道叫什么呀？月亮船，你给我玩去吧你，月亮船，月亮船吧，肯定不对。轻轻的。哦，哎，轻轻的告诉你，这还真有知道的。我再唱一个，让你猜是哪年的，好吧？哪年的？我尽量猜啊。1997年，这打手背上了。97年，来吧。98年，你可知吗？99年，不是我真心，让我们回归了。我离开你，但是他们乐趣是我的肉体。哎呀，我。90后居多，看来是好听，嗯，好听是吧？是好听，嗯嗯，真好真好。今天的观众，哦，真棒，真棒，真棒，是是，没观众还折离了，你们。这样，哪儿？10:24。哦，24了，可不嘛，真是，时间太快了，10:30就要结束了。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总是短暂的，嗯、接下来。给大伙唱一个，那两位怎么走了？哎，别追过去了，这完了，怎么回事，大哥？你可让他贼上了？什么？为什么要走？啊？哎啊，上厕所呀？那快去啊，哦！等什么呢？你别说，真利尿。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成功 啊！嗯，干嘛呀？什么意思，姑娘？哦，画个小人儿。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小朋友，你要送我什么东西？哦，谢谢。小朋友送的什么呀？哦，一朵花，谢谢。哎呦，一朵一朵的送可不吉利啊。小孩人家懂什么？他们说这个还挺好玩是吧？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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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胜给你卤了，嗯。时间有限，是接下来给大伙儿你唱一好的，唱一个带音乐的歌好吗？我动用高科技了，音乐老师，啊，走，什么歌啊？
别唱。谢谢大家，谢谢。嗯，五环肯定唱啊，别着急啊，但不是现在。对，五环一唱就彻底结束了。莫着急，感谢长沙的朋友，他们说今天4700观众哈，坐满了吗？后面，来，把灯亮亮。哎呦，哇，哇，我的妈呀，后面那么些人，看得见吗？哇。你们都没有钱是吗？那人家没跟台上爬。哇，坐那么多人。哦，和不少人。注意安全啊。我觉得应该不。别着急往前走，注意安全啊。应该不止4000多人。嗯。谢谢。谢谢。多那么一两个。嗯。年初的时候我师娘给了我几个城市让我选，因为我师娘是我们的总经理，董事长，董事长，对啊，大老板，大老板，他让我看，说你想去哪个城市？挑几个演出场地。对，想去哪个城市？我首选的当然我的家乡啊，就是郑州啊，是郑州。是我二一个选的是上海。您要是头三个里没有长沙，可以不说，没有必要抻这话头。好，然后我就不说了。哎呀，第三个就是长沙，因为长沙有很多好朋友，我知道长沙这个地方，有不少朋友，好吃的特别的多。嗯，我在这儿录过很多节目。是，感谢长沙的父老乡亲能够喜欢岳云鹏，喜欢孙越，喜欢我们德云社的相声。谢谢您各位，谢谢您各位，谢谢。那个一会儿孙老师也会展示才艺。啊，我给您爬一个。你爬得了吗？我爬不了。一会儿肚皮你就流血。行，朋友们有什么想聊的问题，咱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比如说孙老师的体重啊，我们单位谁问这个。啥？保密协议是啥？啊，春晚保密协议签了嘛，是吧？我跟你说，我上过一回当，有一次我在重庆，是吧？对，也就是你上这当，重庆演出，然后底下观众说今天上春晚吗？我说这不能说啊，不能说，因为每次上春晚都会签一个保密协议，然后他就问，那你签了吗？我说我签了，哎，就这么没脑子，这个脑子真的有的时候跟观众斗智斗勇，根本就斗不过。是，今天又有观众问说今天签了吗？嗯。这个真不能说，对，去不去都不能说。变烧鸡，有爱这个的哈。我跟您说呀，我上过大概几回春晚，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春晚嘛，后来终于梦寐以求，终于有机会能够上到春晚。我第好像第六次上，美梦成真，就是去年，嗯，去年给大家变了一个魔术，是啊。我自认为还是一个不错的节目，没想到从初一骂到十五，还行，才骂半个月，骂的我都 emo 了，真的，我不敢点开，全是骂街的。我心想，我怎么了这是？当然了，这个自己肯定是有原因，咱不说那些啊。如果有机会再上的话，就是还是变烤鸭。确实去年时间特别紧，就几天的时间。去年时间特别紧啊，这个能够给一个机会变一个烧鸡，可以了，可以了。烧鸡是无辜的呀，大家知道那个烧鸡是怎么变的吗？不知道吧？所有人猜测是藏了一人哈，是不是？我给你讲一讲，有的朋友说，很多朋友都猜啊，桌子底下藏一个人，那是魔术，那是用魔法的。我跟哈利波特学过，各位。哈利波特知道吗？那是有魔法的哦，底下能藏人吗？没藏人，藏了。哎，远不上来了。
底下没藏人。哈利波特藏底下了，那肯定是有机关的嘛，是是是，对不对？为什么拿手绢挡啊？唰，手绢一打开，真的烧鸡呈现出来。对，啊，若云，张若云吃了一口烧鸡，张若云热搜第一。哪年我不是热搜第一？岳云鹏热搜第一，哪年不是？去年张若云第一，他就吃了一口烧鸡，气死我了。有没有可能是烧鸡第一啊？你吃你也第一。哎呀，变了一个烧鸡，很遗憾，确实演的不好。就是想变个样，其实就想换个样，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没想到就是，哎呀，不说了。还有啥？啊？今年时间紧吗？春晚时间紧吗？今天？那谁知道？真不能聊这个啊！是，咱理解。谁是德云一哥？哎，这个问题问得好，你出去。就烦这个，肯定是郭麒麟啊，他姓郭呀。对，我也想姓郭，我爹不同意呀。我爹也来了。行了，别给你妈找累赘了。我爹不同意呀，德云一哥肯定是郭麒麟，肯定郭麒麟亲儿子。对呀，而且现在大林。崛起的特别的快，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人家孩子品行也好，也懂事儿，台上也好，演的也好。啊，三好学生，对，三好学生确实是学习的楷模啊，应该是向人家学习。肯定是人家德云一哥，啊，当然有的朋友说袁鹏你就是德云一哥，我也不反驳啊，也认，那个丑恶的嘴脸，没关系，这就是一个。聊天的，哎，这就玩嘛，互动聊天嘛，对。德云社什么时候开长沙？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好，这问题。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你说说吧。我也不姓郭呀。这得我们领导决定啊。对，我师傅说下一个可能开在上海。你看看。行，离长沙不远了。长沙有说相声的吗？有吧？有，大兵老师就是长沙的，还有原来还有一个叫周星星，对吧？对，也是说相声的，非常好，非常好。我们俩一起去过澡堂子吗？你这什么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咱俩一起去过澡堂子吗？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啊。咱俩什么时候洗过澡？不是。没有，他肯定不会跟我一起去的。对，我见过他泡澡。对，我们住酒店，因为我们住的酒店都是五星级嘛，对吧？然后呢，洗手间它都是有浴缸的，是，很大，浴缸。那个孙老师说，那什么，你们先回去吧，我要泡个澡。哎，孙老师就倒了一升水，那还呛着我了呢。不爱搭理你我。不可能一起洗澡啊。郭老师来长沙吗？有。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德云社开在长沙是吗？郭老师什么时候来？你不想看我了是吗？这我们决定不了。我什么时候再来？明年。争取以后一年一次长沙，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家常，我如果明天还演，你们还来不来？哦，明儿放假啊。郭麒麟来不来？你出去，你老问郭麒麟干什么？他来不来我不知道，你出去。怎么老问郭麒麟呢？什么时候开？我回去一定问我师父。对，一定会问问他。我说长沙，咱们开一个。为什么现在不能在全国各地开呢？因为我德云社这名字虽然很大啊，但是演员不多。因为就是演员够用的，也不能保证质量。对，因为我们怕这个。对，
不能砸牌子，对不对？现在很多演员都出去是吧？啊，有商演什么的，有商演什么节目吧，什么电影电视剧，很少回小园子。啊？啊？郭老师的话剧没有我们俩，窝头会馆是吗？对，没有我们俩。对，瞧不上。没事，那个又不赚钱。这个，哎呦，你这么说，我心里踏实多了，是不是？真是，合着不赚钱。俩不要脸。没。啊？我今晚赚了多少钱？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大哥。商演我们不怎么赚钱。你想啊，5000人，一个人平均1000块钱，多少钱？500万。500万？我对天发誓，我从来没有算过这个问题。因为票价什么都不是我们定。我们就是拿死工资嘛，演出商肯定赚钱啊，像咱俩演出商肯定赚钱啊，对，我师傅肯定也赚钱啊，对不对？嗯，我师娘也赚钱，嗯，我们俩分成是按身材分的，37，您知道吗？要不玩命吃呢。赚不了多少钱，嗯，你养，哎，来买主了，哎呦，我看看你长啥样，我近视眼，我看不清。啊，第一排白色是吧？是你吧？我看你长得，我不用你养我。哎，这叫什么话？这叫。不是，我们俩长得一样。主要是他们家人太多。长得一样的。是，亲戚。啊？什么？住哪个酒店？我怎么觉得冒凉风了？后边开始。旁边那个男的是谁？你爱人？你问这个问题？哦，替你爱人问的。哦，我好像听您这么说的。有几首歌献给大家，咱也不聊了啊。再聊我怕出事了。刚才西楼儿女我还没学会呢，没学会呢。最新的啊，来一遍，你想唱什么唱，大家都爱听。刚才最新的人没唱完是吧？再来，老师，最新的人，我们再来一回。
这个注意安全啊，别挤踏什么的，这边啊一定注意安全。听我说，听我说，朋友们，听我说，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想拍两张照片哈，往前看一看，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相声的魅力。我能理解，但是请大家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可别出什么事故啊！大几千的观众挤在一起，我怕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们以后就来不了这儿了，担当不起。而且。很多朋友都站在这儿啊，第一排、第二排的观众，对，注意，一定注意安全啊！看不到我们，人家花了那么些钱哈。对，能就坐着还没完呢，还有会儿呢。对。朋友们，咱们先坐回去。咱们先坐回去，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我求你们了，因为这个保安大哥都不容易，咱们互相理解一下啊。节目还没结束，还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为什么我们俩就是？唱完一鞠躬往台下走，然后再上来，再往下走，再上来，为什么就装的，就是知道吗？就这样显得我们翻唱次数多。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商业秘密，缓冲的时间就想让大家来，大家先往回坐，别着急呢啊！来慢慢有序的往回坐一下，谢谢大家啊！坐回去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咱有序往回坐一下，谢谢大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还没结束呢，孙老师还没唱歌呢。接下来，孙老师给大伙唱一首《找朋友》。说实话，我是真不会唱歌，我可能有点音不准啊，你们理解啊。那个音响老师有《找朋友》这个音乐吗？主要是词儿有吗？有，您放是我试试。哎，我还真得看点词儿，我都忘了。喂，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是我的好朋友。时光走啊走，一晃多年以后，当初的日子总是那么快乐，那么简单。忽然想起那些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我很想给你们一声问候。忽然回首，那些曾经与我相伴的朋友，如今的我忙碌人生的旅程。对不起啊，当你走过人生十字路，当我来词不对了，找啊找啊找啊，实在对不起，我词儿没背下来。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回那些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从前的日子涌上心头。我们一起喝杯酒，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实在对不起，词儿是乱的。很好，赖我这个，再给大伙唱一首啊，我来唱《惜别的海岸》，听过吗？希望词是对的。来，老师，今天就是嗨，就是。哎呦妈呀，有吗这歌？快！哎呦，非得吐台上。
注意安全，咱都坐回去。一定注意安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坐回去好吗？坐回去还有更好听的。因为保安大哥也不容易，咱们大家互相理解一下。互相理解一下哈、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哎，怎么又回去了？好，往前转。10:51。不配喝水我。相声演员、曲艺演员，老唱歌也不行。对，给大家唱两句竹板书。哟，正好。水漫金山，唱几句啊？来，老师，水漫金山也有配乐。哟呵。西湖美景深可观，清澈的秀水。山金线流在在这个湖沿岸，金山竹影几千年，许汉闻道西湖他去观美景，遇见了青婆二蛇两位大仙，伯娘子见许仙有了情感，大船借三十配了姻缘缘，这一天夫妻饮美酒，物语雄黄是起了祸端，见原形吓坏我的二夫主，好可叹许仙是一命捐，伯娘子一见二夫丧了命，急忙忙长寿高山到取仙那丹，搭救二夫他是得了命，许汉文还愿是上了金那山，许汉文到金山他是去还愿，一去多日是没有回呀还，伯娘子带青儿到了金山寺，正赶上法海是打坐盘那禅，伯娘子走上前忙打几手，好心的禅了师父尊了几番，我与你一无仇，这个二无有恨，你不该拆散了美满的姻缘，三声放出我的二夫主，一笔勾销是无话言，三声不放我的二夫主，博舍我平了这座四金的山，谢谢大家，谢谢。越唱越有味儿了，是不是？嗯，越来越好听了吗？越来越好听了。这是我的专业，是竹板书。我觉得确实好听，你觉得好听吗？这传统艺术是有魅力的。对，并不好唱。是。前两天我录了一首歌，叫《西楼儿女》，这是海兰阿木的一首歌，我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唱过，因为我有一个致命的一个毛病。您说，就是我进不去拍子。确实有一点进不去拍子。大伙儿帮我一起，咱们完成这首歌行吗？我看海兰阿木唱这个歌的时候，台底下大合唱好听极了，咱们一起合唱好吗？怎么这没底气呀、啊？听着，西楼儿女一起大合唱，咱们试一下啊。老师，
的好，是，我也爱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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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帮我完成这首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第一次唱这个歌，很多瑕疵，我知道我有很多瑕疵，甚至对不起，甚至我有想退票的那种冲动，但是已经演到这会儿，演到十一点了，再退票已经不合适了，已经过了退票点了。哎，对了对了，接下来有请我们其他演员再上来，再跟大家再见个面，再见个面。五环，等会儿。来，上人。上人。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个，能自己介绍自己介绍吧。第一位，董九立。这个，李九天，对。李九天。九天。刘九如。孙九香。关九海，哎，张肖白，就这么一肖字的。对，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出阵容，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不行可以换啊。没人了，后台。有什么小才艺展示给大家？来，报名。来，谁能唱是有才艺表演，快。我给孙老师猜个题怎么样？我不猜，好吧？好。先给您道个歉啊！给您猜一个啊！我给您猜一个岳哥的同事的包袱，行吗？他同事，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给您猜一个啊！这是他同事啊！对，哈利波特不吃什么？忌口不吃什么？哈利波特不吃什么？对，猜不上来。不对。烧鸡不是？不是。不吃灰。不吃一样甜点。是什么甜点？说出来大家伙得笑啊，你不能应该说不哭啊。枣糕。为什么？一种甜点，枣糕。不吃枣糕。为什么不吃枣糕呢？有首歌唱得好，您说说。枣糕枣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那个，我替他给各位道歉。请听我讲。行了，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行了，想过满载。太尴尬了，还有谁？有没有正常的？来一个。我觉得好不到哪儿去。孙老师。哎。那个哥，我这样吧，我也想唱一个。可以啊。但是我唱一个，可能就对您不礼貌了。哦，那你唱，放心的唱。您的短板。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啊，帕瓦罗蒂唱的啊。来了啊。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我有一个就够了，能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一个送给南极，一个送给那北冰洋，一个挂在冬天，一个挂在晚上。来，种太阳，来，我的太阳。有点糟践人家了，唱得很好啊，唱得很好。是。这哪儿不尊重你岳哥了？我没明白。谁来一个？没了。啊，九香。九香，九香不怕巷子深。快来。我就献丑了。喝一个。咱们喝一个。来什么呢？来一个，九海挺擅长的那个，那个灌篮高手那个。灌篮高手。没让你给人家报幕。什么？花鼓戏。哦，花鼓戏，凤阳的啊，一句都不会。我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吧，啊，不要占太多。有多简单？很简单，一个《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哎，好，都是用日文唱的。太好了，我是刚学的啊，可能发音不标准。马路西来了个小哑巴，马路东来了个大喇嘛，马路西的哑巴要拿喇叭换他吗？哎，他要不笑我就信了。我没乐，我没有。
九海，来吧，九海。九海，你要再这么胡来，咱可全丢人了，今天。我这个正儿八经的来一个，你有个正常的。他们这什么意大利歌曲啊，然后这日语歌唱都不好。不好，我呀这么，我唱一个这个《向天再借五百年》。哟呵，我呢用韩语唱。哎，好好给唱一个啊！好好的，向天再借五百年都听过哈。嗯，大伙儿来着了，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哎，来。勇敢米大苗土有几样的思密达可不多口地喊掉垃圾你够思密达多一切你够难忘喊卡罗德拉米多达拉卡朗摩登够斯古斯过年纪木瓦拉白白虎比哭哭哭哭啊那给蒙坑管那塔鲁贝拉那鲁聪贝勒罗后面喽，后面喽，阿西都开始，我们就开始，咱们的动。这是算彻底丢了人了。绝对是月哥的笑点。这都是真的。长在了我的笑点上，我的妈呀！我这是真的，我这是真的。是什么鬼？这都是，这还真不错。那什么，肖白，你来一个吧，你来正经的，快。肖白，你京剧唱了，唱两句京剧。就靠我了。对，就靠你把他们面子挽回了。我就不跟他们似的了。你唱个京剧。职工之令，咱唱个京剧。是中国话啊。唱个春秋笔。啊，春秋笔。微臣看一泪望啊望醉神鬼差也喜听端枪望大人待我的恩德光粉身碎骨也难保我长但不知他身份何罪他乡望怎不叫我忍着心惨伤 我们这还有正常人真好接下来正经的来了，《五环之歌》唱给大家，会唱的一起唱，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我前一段时间看了几场演唱会，嗯，啊，什么张杰的呀，什么薛之谦，我都看过啊。是，他们的观众非常非常的给力，他们，啊，都不如我的观众是不是？来了，啊。哎呀，要不还是换韩语吧，要不然怎么一点劲儿没有呢？这边的朋友就没劲儿是不是？啊！真不错，真不错，前面这些特别有钱的哥们儿。有钱也有劲儿啊，后面没有钱的朋友，咱们不能输给他们。哎，行了行了，别刺激人家，不能输给他们啊！后面的朋友、哎、好，可以了。这边的朋友，咱们不能输给他们，是不是？快打起来了！你听到了吗？这边的朋友听到了吗？咱们不能输啊！哎呦呵，这两边挑事儿。好了好了，咱们接下来时间留给后面的朋友。后面的朋友、虽然离得我们远一些，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屏幕能不能看得清楚哈。咱们今天嗨一回好吗？后面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到来啊！
对，可以啊。真好，谢谢，真好，真好，谢谢每一位朋友。接下来真正要结束了，送情郎，送情郎就是。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你愁啊，三不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肚筋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南呐、啊，顺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啊，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西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有一个卖梨的呀，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两东西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小妹妹送我的郎呀，送到了大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今天演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临。晚上好，欢迎来到永庆安澜2023德云社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演出长沙站的现场。首先请欣赏相声《山娃娃》，表演者刘九如、孙九香。感谢啊，哎，谢谢各位的掌声鼓励，嗯，谢谢。这愣药现在不是愣药，感觉稍微场馆稍微冷了一点点，嗯，各位不是很热情，哎，这个感觉就对了嘛，嗯，老听人说长沙人民最热情哦，第一次来长沙说实话还是非常的激动的。你第几次来？第一次。你第一次来？是的。我怎么是第二次来呢？啊，是吗？我上个月14号来过一回，好像。我跟谁演的呀？上回。啊，上个月14号，有人来吗？哦，上个月你们也来过。哦，你们没骗过去是吧？你们真有钱，你们。
张云雷的票也买得起，岳云鹏的票你们也买得起，这个挺好啊。上个月确实来过啊，这个辫儿哥人家专长、我们作为助演，来到长沙，还在长沙玩了几天，对，很开心呀，这个岳麓书院呀，岳麓山呀，我们都去逛了逛。这回呢，岳哥也来了，岳云鹏、孙越、孙老师，人家的专长啊，我们这叫助演，都是助演。哎，对了，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就是让人家演出之前呀，您各位还有找座的呀什么的，我们这个叫破车别爱好道，赶紧演，赶紧下去。哦，啊，看看您这个各位朝这一坐，咱们就说了好几千人，我们也十分的紧张。你还紧张？因为什么呢？毕竟也是两个小演员。哎呦，拿我们哥俩来说吧，九字科的小演员，他比划的可是七呀、你那个。这个九字科的小演员，啊，这不是七吗？你注意这手。九字科的小演员，好家伙，您这心思还挺缜密的，你得注意细节，好不好？就是说呢，我们哥俩也干了十多年了，没有什么名气，是所以说您的热情留给岳云鹏老师，一会儿上来那小姑娘，我跟你说都疯了，这前面这男同志可能没见过这个场景，真的经常是啊，岳云一抱就不行了岳云鹏底下小姑娘。嚼了呢，这疼呢是吧？很激动，很激动。拿我们哥俩来说吧，小演员，我叫刘九如，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这儿可以鼓掌啊。不提醒他们老忘，你知道吗？这人要不要脸，鬼都害怕啊。说完我了，说说我身旁的这给这个，注意一下你的用词。什么？这位给这位摁瓷实了，说是吧？这位，这是我的好搭档名字也非常的好听。我叫什么呀？叫孙九香。是我。行了。哎呀，江山父老能容我，不食人间造孽钱。那你捂我嘴干什么呀？我想说这句，就是说呀，这个是好演员啊！您捧了知名人士，也不是我捧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哥俩好，我拍他马屁，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是往哪儿拍呢？因为什么呢？我们哥俩在一块十多年了真的，我来这个南方啊，这个来的少，去女方去的时间多是吧？什么话这叫什么话？那什么？南方时间少，就是说南方城市啊，真的啊，我们家是安徽人，我怎么为什么突然停顿了？你笑什么？我没笑啊。我们家是安徽人。他笑了吗？你为什么要笑？你要弑父是吗？确实是啊，我是安徽人。好，跟人家比不了。怎么比不了呢？人家是一只北京人。什么叫一只啊？不是，我说您一直是北京人。我可不一直是吗？对呀，这有半截改的吗？那怎么没有啊？这哪有半截改的呀？您是哪人？你刚才是不是说过了？不是，您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北京吗？北京人。好比说咱哥俩搭档十多年了，哎，我回安徽了，你跟我一块儿去安徽，咱俩一块儿说相声，你把户口迁到安徽，您是不是就是新安徽人？我是不是有点疯了？我觉得大可不必吧。怎么呢？干嘛要把北京户口挪安徽去呢？你们那儿有什么吸引我的吗？有我呀。有你就没我了。不是，你怎么瞧不起安徽？不是瞧不起你，就是说嘛，人家不是啊，人家不是说这个父亲来这儿北京工作了，迁到北京来，不是，不是，人家最早就是在北京坐地炮啊。什么词汇这都是，就是说人地起根儿。这叫什么话呢？地起根就是好几代，就
就是再往上倒、嗯、人就一直在这个区域生活。嗯，最早他们家属于北京猿人啊，北京猿人跟咱长得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嘴、哎、嘴这样。行行行，哎啊，敲胸的。不是你学这玩意儿学那么像干什么呀？您就是说您家呀确实了不起，而且北京人，嗯，有钱，又没有有钱，而且他们家满族。我不满足啊。他满族。我不满足。你满足。我不满足。你满足。我不满足。不是，我不是说你满足，嗯，我说你们家祖上满足。祖上也不满足啊，都是挣死工资的，谁满足啊？不是，就是我说你是满族，就是旗人啊。旗人。我这不咬我大腿吗？不是说让你旗人，是你说你在旗。在旗还得咬我呀？咬完这边咬这边吗？你是不是有毛病？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你跟我们，就是你，就是哎呀，你要说什么呀你？就是你品种。什么叫品种啊？就是我们去填表去了，填汉啊，你填满，那民族，对，哎，品种啊，就是人家是满族人，我满族人，对他满族人，我满足不了人，我你可以的，我不行，你努力努努力，这不是努力的事儿呢，好家伙，不是你不要瞎说，这不谁想没想，我说你满足过人，不是没有，不是说让你满足某一个人。让我满足4000多人。你们杀了我吧，给我来个痛快的。真的你稍稍有点过分了，真的，您这话说的就是熊猫点外卖，怎么讲，损到家了，你真的什么俏皮话，就是说不是说你满足，就是你反正就是民族，对，民族，满足的人，满足的人，哎，很了不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且他现在这个姓孙啊，啊，这都属于后改的姓，这后改的，人原来不姓这个，原来姓什么呀？原来姓满足的姓啊，满足什么姓啊？啊，对吧？所以说人家后来改的，哎，后来我在问你的问题，哎，合作很长时间了，哎，一会儿说相声，哎，也挺有意思，哎，真的，你想我们哥俩来说，你想，怎么现在开自动屏蔽了是吧？你这2011年认识的，哎，现在都23，干什么？问你话呢。我满足姓什么呀？对呀，所以说人家就是这样，什么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我们哥俩，你看我就指着人家了。你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吗？我到北京，然后人家帮助我，我还得练习口音。哎，人家跟我说普通话应该是这样讲。你们家是有什么遗传病史吗？你这怎么回事？你说什么？说着说着不理人了，怎么？什么不理人？这问你呢，我满足姓什么呀？对呀，对吧？所以说人家就对，就原来不姓孙吗？对，原来姓什么呀？就是说，说相声就是这样，两个人朝这一站，有时候谁受累给我打120。什么？我想吸会儿氧，我现在不是哪有问题吗？不是问你问题呢？是问什么？我姓什么？你姓什么？你问我？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不，你说你说谁正常人30多岁了？我姓什么？今年是哪一年？怎么你失忆了？我是谁？不是这个人，不是我说，你问你，我满足姓。你原来肯定不是姓孙，后来改的嘛。就问你原来姓什么呀？原来姓满足的姓啊。哎呦，我这跟你聊天那么费劲呢，怎么？对呀。我满足姓什么呀？哎呀，真是谁要会捧哏，谁替他一下行不行？这谁要会逗哏，替他一下行不行？真的，我跟他聊天好累，这个人。谁累？所问非所答，你发现了吗？你哪来的脸说这话呀？你不是就是满足的姓吗？什么？能听得懂我说的话吗？就是那个吗？哪一个？啊，爱新觉罗。那黄姓，那人家很了不起。那皇室的那姓。姓爱新觉罗。我不姓爱新觉罗，啊，很了不起啊！我不姓爱新觉罗。你这个人嘴好碎呀，啊，真的是。就是说他姓爱新觉罗。我不姓爱新觉罗。那他姓那个，姓那个。姓哪个？钮钴禄。钮钴禄啊，这是一个满族的姓。钮钴禄啊，满足那钮呼噜那个，对，钮呼噜，钮和珅嘛，钮呼噜，钮呼噜啊，钮呼噜，我不是，你说是，我凭什么呀？你说是就完了，对不对？不是，再说一个，你说是好不好？
你要不就姓钮祜禄吧，行吗？你就知道俩呀？平时不看个清宫剧什么的？对，他姓那个。我姓哪个呀？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对。哪个？对 对, 对，就那个嘛。哪个？对，听三遍还没听出来。那个，对，那个，那个，对对，就那个，就那个。哪个？叶赫那拉氏。你说话，你拐什么弯啊，你了？最近跟长沙人交流来着。那长沙人是这么说话吗？是吗？你看长沙人都承认了，他也可能不是长沙人。听口音就是东北的。是是是是是，可不咋的。就是说嘛，人家这个耶赫那拉氏，耶赫耶赫那拉氏，那拉那拉那拉氏，耶赫那拉吗？那和那拉，对，耶赫那拉啊，那拉那拉那哪，别走大辙。叶赫那拉哪儿拉啊？疑问句，疑问句，你爱哪儿拉、啊、哪儿拉去。就是说嘛，了不起，人家满族人祖上给留下来多少钱呀？真的啊，一家子为官作宦没有啊？只有为官的，没有作宦的。不是，就是原来，原来也没有作宦的，就是官宦，官宦吗？这是一个词汇。官宦可以。哎，对了，官宦子弟，当然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儿啊，不做官了，光为宦了，从商了嘛，从商了嘛，做大买卖，买卖人，真的了不起啊，嗯啊，买卖人，买卖人，主要是两个工作，哪俩？买人和卖人啊。我爸人贩子是吧？买卖人嘛，买卖人口，你这是？那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嗯啊，在北京的。通里弗尼亚州那边做买卖，我这听那么洋气吗？什么呢？通里弗尼亚州啊，有一个那叫就叫通州啊，我就记得人那个名字都是简称啊，没有，这就是全称，全称叫通州区，通州啊，在那儿做买卖，真的，咱不玩笑来说啊，嗯，他父亲在那儿做买卖都封过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啊？哎，叫孙半城。孙半城了得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孙半城啊。对，问的就是这句什么意思？就是孙半城，就是好比说这儿现在就是一个这个微缩的通州，这是微缩的通州。哎，这个剧场现在咱就说了、啊，这就是一个微缩的通州了。嗯、啊，哎，打这儿一刀劈开了，嗯，这边一刀劈开了，啊，哎，后边要有人稍微闪开点啊，哎，打这儿一刀劈开了，这边一半都是你爸爸。您、啊、听，哎。哎，你看了吗？了不起啊，了不起！孙半城啊，哎哎，孙半城，哎，先生，一半，先生都是。您冷静啊，冷静，听我讲两句。我不想听，我不冲两句。这边一半都是你爷爷。鼓掌的都是你祖宗。讨厌这个人，讨厌，占便宜的。那么不是我要那么多爸爸干什么呢？我这不是这边不是说这边都是你爸爸，这边一半的奶奶不是一半的，这就这个城里边一半的买卖啊，都是你父亲的，都是我爸的，都是了得吗？哎呦，有的是钱呀啊！但是老话说得好，说什么呀？金无足赤啊，人无完人哦，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就是像他父亲这么有钱啊啊，有没有烦心事儿？有吗？也得有烦心事儿，都有烦心事儿。他父亲这一辈子唯一的烦心事儿什么？没儿子。对。你就想吧，有钱人最苦恼的这件事儿啊，无后啊，哎，对不对呀？哎，我爸没儿子。对呀，我是谁？什么叫你是谁呀？我哪来呢？你别看我，这废话，你说的我不看你。不是，就是有你之前没儿子，这不废话吗？这怎么能是废话呢？别人家有哥哥有姐姐，你有吗？我没有。对不对呀？就他哥一个呀，这叫什么呀？独子。这犊子！你骂谁呢你？不是，我就说你就你这东北话骂人呢，这是。他们听不懂，我听得懂。你这个人事儿太多，是我事儿多。不是，我就说你是一个独子。不，咬什么牙？你说这话。不是，独子，独生子。对，他是一个独生子。嗯、有他之前多苦恼。
而且他还属于老来得子。老来得子，你就想他父亲吗？91岁那年有的他，嚯，了不起呀、啊！太了不起了，老神仙呀、啊！真的啊，91啊，没有啊，那是多51，51岁的时候有的他、你说没他之前多苦恼？有一天在前院书房闷闷不乐，仰天长叹，天哪天，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想我孙，这一辈子修桥补路，竟是善举。行，我怎么就发誓？不是我爸这名儿，怎么还一马赛克呢？什么马赛克？我爸叫孙，这，不是我也不知道你父亲叫什么，就跳过就完了。别那么跳过啊！不知道就是孙某某啊。想我孙某，这犯罪嫌疑人啊，这是。什么？你不是说孙某某啊？想我孙某某，某某什么？你不是说没听说某某、啊？想我孙某某，这一辈子修桥补路，竟是善举呀。嗯，我怎么就乏嗣无后呢？哦，哪怕给我来个姑娘，嗯，哪怕给我来个京巴都行啊。京巴，我媳妇儿连哈士奇都没生过呀。你妈能生出哈士奇来啊？就是有点语无伦次了。一着急一难过，怎么着？环儿，这是哭了，这是尿了呀！哭了，哭了，这哭又环环呢吗？这泪如涌泉嘛，这量太大了啊！反正就是哭了，滋儿就哭了，这姿态挺远，你这哭岔就拉了，哭了哭了的，吧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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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掉了11滴眼泪，俩眼睛掉11滴眼泪，对，因为你爸爸有点大小眼儿，你知道吗？八大小眼啊。哭了，可巧让小丫鬟打这路过给瞧见了、哦，他看见了啊！一听屋里有动静，一扒窗台儿，这丫鬟松鼠变的是吧？老不死的怎么了？怎么说话呢？这是心里话没说出来，这你给说出来了。老员外怎么了？啊！哎呦，我不免跑到后院报与安人知晓。安人就是你母亲呀、我妈。你父亲自号称自己是员外啊，母亲得叫安人。哦，不免跑到后院报与安人知晓。来到后院跟你妈一说，嗯，夫人呀，大事不好了，老爷在前院书房哭了。嗯，你妈一听，怎么哭了呢？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呢，这老不死的又想起什么来了？什么话呢？这来人啊，来了4个小丫鬟。哦，要没有这4个小丫鬟、啊，你妈都到不了前院。我妈身子沉，没有腿，没有腿。4个人抬着你妈放一平板上，你妈这个女人很要强，她自己往前滑。啊，手上有一个胶皮手套，往前滑。有人滑高兴了，还唱两句：“流浪的人在想念你。”这一幕似曾相识，我那就是往前滑嘛。没，我妈有腿，有腿，嗯，有腿啊，后来就有腿了，啊，这腿有后长出来的吗？这是装的假腿吗？好木头紫檀的。没事拿着盘腿，有盘大腿玩的吗？这啊，真腿有一条真的，还一条假的。不是前腿都是真的，后腿假的。我妈4条腿，那你说几条真的几条假的？2条真的4条假，这没有假的这里边。你妈6条腿，你妈6条腿，你妈是蜘蛛，蜘蛛8条腿，蜘蛛6条腿，蜘蛛8条腿，蜘蛛6条腿，8条腿，6条，8条，几条？咱们说的是一种生物吗？他妈100条腿，出门太不方便了，穿鞋穿4个钟头。不是，就是反正就是你妈是一个残疾的蜘蛛，啊，我妈都当蜘蛛了，还弄一残疾蜘蛛呢？她只有6条腿吗？没听说过，就2条真腿啊，2条真腿，为什么得让小丫鬟搀着呀？嗯，要这派头，派头，4个小丫鬟搀着你母亲到了前院书房，一看你父亲正哭着呢，啊，得问他几句呀，问问。我说老袁，老袁，老袁那是王八，怎么说？老袁外，我说老袁外，咱 speak Chinese 行不行？我说，为什么哭啊？啊，你父亲一看你母亲来了，得问他两句呀。哦，就是因为他没生过孩子呀。嗯，对不对呀？我说鹌鹑呐，鹌鹑，鹌鹑，就叫你母亲嘛，安人啊。
我是我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你妈当时就急了，叭叭叭叭叭叭叭啊！说什么来什么，他脑袋上鸡毛也拔下来，我囊死你哦！我妈喜欢 cosplay 是吗？啊，那怎么说？就安人，安人呢、啊？安人，我来问你，我把你取出来多少年了？我妈是存款，不是啊，取出来从他们家嘛，取进来。我把你取进我的洞中，洞中，妖精是吗？府，我把你取进我的洞府，这不一样吗？这洞府说法就府中。哎呀，我把我你取进我的府中多少年了？你妈想了一想，哦，爸爸爸，这还是印第安人啊！奴家掐指一算，啊，余有3000余年。这就是妖精呢？多少年？30余年。30多年，30多年给我生下一儿，养下一女。这什么相声？这都是无儿无女，我要你何用啊？哦，一句话给你妈着恼了，这还不急吗？没生过孩子，嗯，就怕谁提孩子。街坊四邻坐那儿聊天，谁一提谁家孩子长得真好看，你妈扭身就走。我爱听这。今天指着鼻子问，受得了受不了？嗯，当时就急了，这是别老来这啊！你舅舅扯着树枝就来了啊！你家的印第安人，手里边标枪啊，脸上画着油彩。啊，就过来了。公公在世说我们不生，婆婆在世说我们不养，不生不养啊！你们老孙家的德行，甭看在你们家没养活，在娘家当姑娘的时候，我可没少养活。什么？小动物。那说话别大喘气行不行？啊，想要孩子，你得求神拜佛，烧香拴娃娃去。拴娃娃。拴娃娃，嗯，就是到庙里边。抱一个泥娃娃回来，嗯，纯迷信是，但是那会儿他父母就信这个，都信啊。去过了中国的四大名山，哪四大名山？去过普陀山，为我；去过两狼山，为我；去过鸭鸡山，为我；去过花果山，为猴。嗯，花果山干嘛去？那是哪儿啊？京西妙峰山。京西的妙峰山呀，哎，妙峰山景儿开呀，四月初一呀。四月初一，嗯，他母亲3月中旬都开始捯饬了，这么早抢烧这头一炉啊！人都说头一炉是最灵的。哎，哎，我妈是要火化去是吗？火化干嘛？那什么叫头一炉啊？大香炉头一炉吗？那叫头一炷，头一炷香啊！嗯，啊，虔诚吗？3月中旬就开始捯饬了，到这正日子，哎，坐着马车就到了山顶上了。哎呀，哎呦，一看大雄宝殿全都是人。嗯。母亲不高兴了，不开心了，脸夸嚓就掉地上了，能掉下去？掉脸了吗？嗯，我就说咱早点来吧。你看这全都是人，他父亲，没关系，夫人，瞧为夫的，敬山。啊，什么叫敬山呀？什么意思？就是山上一个闲杂人等都不要。嗯，这光有钱没势力都办不到。是，就看他父亲啊，嗯，站在这大雄宝殿的门口，就这一嗓子。嗯，闲人闪开了。嗯，我要敬山了。啊，不是，哎哎哎，刀下留人。啊，回去吧。回哪儿去？回家吧。没拴娃娃呢，用不着了。什么意思？没用啊。怎么呢？一点招都没有了，缺少了最重要的组件。什么话这叫？废话，这净身干嘛呀？就让他们都走开呀！刚才不是净山吗？对，我说的就是啊。您说的是净身，对不起，喊错了。闲人闪开了啊！我要净山，我要净山了。哎，啊！怎么老有这啊呀？您疼啊？疼？对呀。哪儿疼啊？这心疼啊！心疼。净山得花多少钱呀？嗯，就这一嗓子。偌大的大雄宝殿没有人了，没人了，就你母亲一个人，就一人，还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出去。你妈也说，老和尚出去，出去。讨厌，那小和尚进来。小和尚，非得弄一和尚干嘛呀？敲磬啊！敲磬让我爸敲了。你爸能会吗？他不会，凑合敲吧。凑合敲吧。你父亲也准备好了。嗯。你母亲拿一个蒲团，老娘娘面前一跪，要祷教祷教。我妈是驴是吗？这还反刍呢，还祷教。就是跟老娘娘说祷告啊，老娘们在老娘，哎呀，好家伙，打雷劈死你！说这话，我跟你说，老娘娘在上，嗯，小娘们在下，哎呦，愿您赐我一肚子子。你去河边甩去，不是就想多求吗？没有一肚子子，那多少？就一子啊！愿您赐我一子，一子啊。
我愿为您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嗯，来年给您盖一个大教堂。什么玩意儿这个？盖教堂像话吗？虔诚吗？虔诚吗？磕头。哒哒哒！我妈这脑袋铜做的，我说铜的了？这磕头当然当然了。不是，这是外边十八铜人正在练功呢。你给我等一会儿吧。嗯。娘娘庙啊，哪儿来的十八铜人？啊，就是巡演走到那儿了，啊，少林寺巡演到娘娘庙去。对对对，门口正练功啊，嘿，啊，这不是你父亲敲磬呢吗？你别裹一块说。哎，磕完头敲完磬，最关键一步了，嗯，要拴娃娃了，开始拴了。哎，从袖口掏出一根红线绳来，嗯，这得拴娃娃，开始拴呀。哎，掏出一根红线绳，这得自己带啊。这不是人家不给你预备，这有点长了吧，朋友。我毛衣扯了，这个掏出来要拴娃娃了。我妈西部牛仔，不是她得找啊。拴娃娃有这样的？娘娘庙里有很多娃娃呀，对不对？她得找一个合适的呀。那你拿着线绳跟这一呆，这么丑，就显得你母亲很呆的样子。就这样就不呆了吗？这样能稍微活动活动吗？一看娘娘怀里有一个娃娃，拴这个不能拴，怎么呢？不能拴，没有理由，不是怕套着老娘娘，瞄准点啊你，这玩意哪有准去呀？一看地上有几个娃娃，拴这个不能拴，这怎么了？淘气不好养活，哦，找吧，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啊，一掀这桌围子底下有三个娃娃，哦，有你，有我，有岳云鹏，岳云鹏，有栾云平，我跟这俩人在一块呢。啊，你妈一看。这个不好，嗯，这个长得太丑。岳云鹏，这是他说的啊。我这不是我这是排除法吗？这个不行，这个，这个太瘦。栾云平，哎呀，这个孩子好，就是我了。哎呀，长得真漂亮啊！你看看，哎，把你抱起来，嗯，拿红线拴脖子，拴脖子，这要了命！嗨，哎，哎，哎。多大仇啊！这是拴脖子吗？没，有拴脖子的吗？拴哪儿啊？拴腰啊！你妈没找着你腰在哪儿？他就找着我脖子了是吧？啊，找最细的地方吗？最那脚脖子行不行？哎，拴完了，拿红布一包，抱着你还真就回家了。回去了，你还真别说啊！哎，回去之后啊，真是身怀有孕。哎呦，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啊，一天比一天大。哎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啊，有高处的东西，你妈都不敢够了。为什么呀？怕把你撑着。哎呀，矮处的东西不敢捡。怎么呢？怕把你窝着。哦，后边有人叫都不敢回头。这个怕把你扭着。呵，咱就这么说吧啊，就你妈有个屁都不敢放。怎么呢？怕你顺气跑喽。我去你的吧！